这一个蹲子跳跳鱼的蹲，这个还没有章鱼给它跑进去，我看看有没有给我踩，一定洞给我踩坏的就没有了。刚才给踩的洞不一定搞坏的。哦，现在洞给我搞坏的，没有了，我这里踩了个踩坏掉。你看这一条就是那个跳跳鱼爬的，还有两个角，那个鳍就是角，抓一下抓一下，一横一横一横的走。走走走，我们去捡螺去捡螺。什么搞一大堆东西？哦，都是好厉害。哎，这里还有鱼，这个就不加了。吼吼，好，漂亮，一对。哦，还有麦螺。哎，这家有一个，这个还挺大的，公螺，这是尖尖的公螺。这里面还有小地龙，这边去。哎，新年螺好不好干？新年螺，哎，这里给你吃饱了。可以，一个一个，这个呢，毛毛蟹，又一个，哦吼，哦，来货来货，看看会不会是寄居蟹？哦，不是，里面都是这种叫有扭了，我们这里叫做有扭了，有扭就有肉了。尖尖螺啊，麦螺，都给整理不要。这边还有一个，现在这个给倒了，倒了不一定更好，不一定螃蟹什么给握这里还更好。哦，不是，还一个，空了，连麦螺都没有。是麦螺，空的。哦，这么多会响，哦，只有一个，全部都是海蛎壳，一大把，哈哈，单边的，跑到远远去，就这一个，这个还是个公的。干青筋的，空了，没货。哦，那个没这么深，没货。空了。哇，一大团。你看，海蛎壳这么多，还有俩螺，这是一，这里面有扭的，都是螺。哇，这都海蛎都给吃空壳了，都空壳了。你看，这两个会不会好看？这个更胖，这个更瘦，这个更胖一点，这个鼓鼓的，这个不会。没那么多，嘿嘿，还会鼓出来。七对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起码得一斤多，应该是有。今天个头不会大，
不到2斤。哎，走走走，回去。